小姐今天换了一副新墨镜，西装穿得笔挺，嘴角真勾起摸不透的心情，是晴是忧郁看不透的眼睛，现在又住是哪里？大少爷今天换了一副新墨镜，西装穿得笔挺，嘴角真明气，摸不透的心情从未减轻，雨还有双臂的眼睛，此刻请将一切抛诸脑后，目标里清晰否，现实两分五十一秒，拿下他的人头，最好别听任何借口，话多一处纰漏，恐惧的猎物想逃走，雪装上默然血枪口，今天收到一封匿名邮件，大少爷今天接到一通深夜来电，你们中的一人失了家族信念，出卖自我底线，你是卧底，你信？此刻请将一切抛诸脑后，规矩你明白否？若无一人主动坦诚，最新还有计谋，话事人将不分缘由，抹杀你我所有，是黑是白又有何用？两人鲜血都将永留。此刻请将一切抛诸脑后，我在你的左右，一起流过的血和泪，舔舐过的伤口，你是叛徒我是什么，是叛徒的挚友，反正罪名是莫须有，谁都难逃其咎，请将一切抛诸脑后，交给你的背后，那场扶着同胞的手，再向苏三宝眼熟，一条血路两人